个耳朵总能听见很多的声音，但我更专注心里的声音。那里有音乐声、呼吸声，还有我对自己的喊话声。杨超越，做你自己，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哭一会儿，再爬起来。苦中作乐有快乐，一定要和大家分享。不害怕近距离接触，我是火箭少女101杨超越。做自己不容易，但美可以很容易。